10月12日上午8时许，一辆小货车沿国盛期间往南直行，与另一辆汽车沿国民路往东直行，双方于路口处发生碰撞，导致小货车侧翻，造成驾驶受伤，经送医诊治并无大碍。警方调查，双方驾驶皆持有合格驾照，经检测双方皆无酒精反应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。警方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，应注意闪光号志并礼让来车。若因贪快造成事故，除了伤及自身安全外，更是会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危害。